阿威回老当年个六年出席，听做系六对一，俩系招人六对个历史对事实记载。头一摆保险委托个战日系伫康熙六十年，后来五年出席，也就系一千二十年个新老六年出席。六对真系巅峰组织，近半年阿威会出席六对中一次，举行六对起升旗典礼。同时在六对客家中是一个乡企也独有，大家从下来欢迎客家老祖公。再拜，上拜。哈维飞主委杨长正同六对客庄生意向起庄，还有六对台中里后台的子孙，向下乡中央公王创业，感恩同缅怀，为一片土地的付出。升旗开始。六对三百今年飞起，今年六对一在摆脱六对国体升起来，展现六对客庄生意向起的向心力。三百年前客家先祖团结保乡为土，三百年后六对生意向起将会共同打造韩国家好的六对未来。今半夜，我等宣布六对生意向起，接下来爱向下合作。六对生意向起庄，台下微微主委杨长正同六对台中李后台共同见证签署同宣读六对共同合作宣言，而推动六对共同提议是推动六对行业发展，深化六对文化经济，同打造六对品牌一道，西方创新人物。啊，你也出来等于当年选民组织六对以后呢，啊，正式在县台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出发，透过两个宣言，他家宣誓呢，而共同来推动六对的文化、六对的产业，还有呢，安尼客家语言文化的发展。哈维飞客发中心表示，六对生意向起同六对客家文化延期，为创造响应六对日，在各所菜地办理各项特色活动，特别串联六对菜地资源，共同打造六对品牌。客家新闻潘胜旺频道报道。